他在学校应该有不少的码子吧？有很多你最喜欢你吗？对，真的、啊、多多有多多，二十个有没有？有几个？没有那么多。几个？哇，十个多吧？十个。十个啊？那有情书吗？有啊，在哪里？你不在。这封信，有没有感情了？哦，封面写，我点点点点点点点很难过。对，你看，你到底喜欢谁呀？ 我很伤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回家就哭了，可是又不敢打给你。他这个对白好像琼瑶老师的对白，很有心哦。你看，他还把他的照片跟他粘在一起。嗯，那杨先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当初怎么会进入演艺圈的呢？ 就是我们在逛夜市嘛，爸爸就牵着我啊，是的，然后逛一逛就逛劳合夜市，就被那个老板娘啊，就要经纪公司的老板娘抓走，跟我爸爸抢。跟你爸爸抢？对，这个经纪公司的老板娘是有神经病嘛？他应该有很和谐的方式，请问你要不要加入？怎么用抢的呢？就把我拉来拉去啊，嗯，然后最后就一直打电话来啊，请我去拍那个广告啊，是，还有拍戏。 就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那你现在是经纪人还是那一个吗？对啊。啊，但他不是神经病。行为上来讲，可能会吓到小孩子。你第一个广告是什么？就是 Tension 的 NTV。Tension。你会讲台语吗？会啊。你有拍那个戏说台湾的对吧？对啊。哦，你袂歹。啊，台湾话你讲讲到足认同的吼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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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啦。他很嗨，人家手还戴戒指啊。哎，来，结婚了。没有。看一下，哦，要嫁给我。OK， 也是大脸的衣服啊。他蛮有自信的哦。对啊，不错啦，小帅哥。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最擅长演什么样的戏？流氓。流氓？对啊。你怎么会？ 会演流氓的，流氓是什么样子？你知道吗？就会在班上就会欺负同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演一下吧。好啊。那今天呢，我是你的小弟，你是流氓大哥，嗯，对不对？我是你小弟，他是你们班上你最讨厌的。嗯，我们现在要欺负他。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从这边走过来。预备，流氓欺负同学，同学篇，开始。大哥，就是他了。 挡路啊你！欺负他是不是？啊！怎样？挡路是不是？我没有。走开！滚！滚了你！滚了！别！啊！别！没办法。超大哥打过了，把他打到送医院，赶快！打送！好，秋伟，剧情是……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讲。后面的剧情是，大哥叫小弟扁你，你就喊口扁小弟，然后大哥翻脸扁你。 你不能一直被贬，然后中间还有一段，我们就把这个路人也打一组。不要那么，我们要扁人家了。好，从刚刚从叫我扁他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扁，是扁到死为止。扁他，哎，好痛！打你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不用打了，滚！找你，你挡住你，滚开，听到没有？滚啊你！那你演戏，你觉得什么事情是最痛苦的？ 我就是演哭戏，靠拢靠不出来。他这个情形，他在学校应该有不少的码子吧？有很多你最喜欢你吗？对，真的多多有多多，二十个有没有？有几个？没有那么多。大概比起来我也很多。你觉得几个？哇，十个多吧？十个。那有情书吗？有啊，在哪里？你不在？这边。这是什么？他们自己送的。真的，小礼物就对了。 哎，很可爱哈，送给你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不能讲。擦擦擦，不能讲。哦，那你待会会把这个送给我吗？你要吗？可以吗？随时都可以。你怎么这样？你要伤心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刚才是我们那个啊小美女的情书。哎，嗯，哦，她叫杨叶灿。 这边写给叶灿，我还想这不是你的啊，对，杨叶灿，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永远是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对，给七号，你是七号吗？对啊，真假的 ？Lucky Seven， 哇塞，我以前是21号哎，是会怎样？你们是七的倍数。
是身高吗？按照身高来排吗？年纪。年纪。按照年纪，年纪越大的越前面，还是越小的越前面？年纪越大的越前面啊。对啊。一号几岁？一号。大你比你大还比你小？他们是大小。哦，一号比你大，大几个月的那种。哦，一两个月。以出生日期来算的就对了。对啊。哦，七号，这一封信怎么样？感情了。哦。封面写。我点点点点点点点很难过。哎呦，人家我怎么那么难过啊？你没有写名字。我知道，我会把它塞。哦哦，这个不能给大家看。心哎，哇塞，你看，你到底喜欢谁呀？我知道你们班有一个喜欢你的人是，啊那个啊，我很伤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回家就哭了。可是又不敢打给你，我不要你跟我说没有。哇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人喜欢你？有啊有。那你为什么要说没有？那怎么办？他哭了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？他这个对白好像琼瑶老师的对白，很有心哦。你看，他还把他的照片跟他连在一起。嗯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是电脑做出来的吗？啊，是吗？这不是。OK， 这个女生很喜欢你哦。对啊。那她现在哭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有回信给她吗？没有。那你有都没有回复。你有安慰她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喜欢她？你这么绝情啊？没有啊，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敢啊。那个在班上看到就一直躲，一直躲，一直躲。看到你就躲。对啊。他们只敢用写信的，不敢真面对面的。只有一个，就是那个他们一直追我嘛，结果受不了跑到男厕里面了，然后还追我，就要上课。他这封信是希望你表态，你知道吗？你听不出来吗？听得出来啊。那你表态了吗？他就不要表态啊。你为什么不表态呢？我不喜欢你。你要当大众情人，人家要当沙无赦，全都你教的。来，这个又正点了啊。杨叶灿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，只是不敢跟你说。可是。你有时候都会打我，你哪里啊？但是你现在跟我已经不同班了，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哟。这个你知道是谁吧？对啊。你不喜欢他？你有打过他？你喜欢他吗？不喜欢。一点都不喜欢？完全不喜欢。那你有跟他讲吗？没有。你就让他继续这样痛苦的爱你？没有，他们每个人都这样传，几乎一样的。像我喜欢你什么一样啊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对啊。哦，你看他附了一个这个，当我喜欢你。你在学校是有加入什么球队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之前有跆拳社啊。哦，跆拳啊。所以在那个学校的时候，总是那种体育方面表现很好，都会受到所有女同学的喜欢啊。